哎，爸爸，你看云在追我们呢！哎，爸爸，你看那个树在往后跑哎！哇，爸，你看这是什么东西啊？神经病！哎，师傅，你儿子要不要带他医院看一下？我去了，我们今天刚从医院回来，我儿子生下来就看不见，今天是他看见这世界的第一天。爸，你看，对呀，好看，谢谢人家。